放松，CD 拍掉啊，没关系，你能再看到多一点 ，OK。再等多一下，你那个在我前面上香了，不会吧？啊 ，OK， 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对不对？我在等呢，错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你在干嘛？我在 stress 那个 DJ， 五下头。没有声音，你的错，我跟我什么事 ？CD 你做的 ，OK， 算了算了 ，OK， 不然这样吧，好了，好好好，啊 ，OK 吗？来，我们试试看，好，我唱一首歌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大家会不会唱我的主题曲？啊，你的主题曲，对呀、啊，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啊，小幸运，错了，怎么是财神到？哦 ，OK， 大家会不会？会，大家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没有音乐就你那个做音乐好不好？你能会的就咚咚咚咚锵，好不好？来试试看，一二三，锵咚咚咚咚锵，一二三，咚咚咚咚锵，咚怎么咚锵？咚咚锵，一二三，算了，我自己唱了。唱吧，来，财神到。财神到，财神到你家大门口，咚咚有声音了，你这是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财神爷啊，谢谢你来到这边啊，不然这样好不好？跟大家说最后一个祝福呢，我们你就回去好不好？好的，希望在今年呢，大家呢能够财源滚滚，做生意的呢能够呢财源广进，做工的呢能够升官发财，拍我照片的呢能够赚大钱。他很喜欢拍我照片的。台湾的女友，之后你拿来，你拿来打印出来哦，给你给上 A4 啊，在那边你给上出香了。大家给他们再再见 ，OK， 再见，大家给他一个热烈掌声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财神爷。我希望呢，在这呢，我来到这个接近节目尾声了，可以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呢，哎，今年能够财源滚滚，能够身体健康。OK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哇哦，来，掌声鼓励，再次给我们 Joseph 在这个舞台上带来的三木偶给大家做的小小的一个表演。那刚最后的呢，财神爷。当然就是要给大家带来财气和福气，那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非常享受着我们刚刚三位木偶，包括我们这个金猴，还有这个阿兵给大家说的这个新年故事啦。那农历新年到了，好多朋友当然最注重的就是来年的运势啊，到底下来呢，在今年会怎么样呢？很多人都想知道，而且呢，也很关心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他们的这个运势会怎么样？那今天非常非常荣幸，而且非常特别的，我们请到的就是常常我们在报章上、各大媒体、电视上有看到的这位算是风水界的巨星哈。我们这个惠师傅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现场这边，他将会给我们做一个小时的讲解，讲出的就是这十二生肖，而且一个一个生肖都会解说。如果你想知道这生肖运程下来的运势如何，这感情啊、爱情啊，那么这个财富啦、会是怎么样的话，请你呢一定要留守在这边呢，因为下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了，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惠师傅会来到我们现场这边。平时我们在这个电视上只看到几分钟，我很快就讲完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好好仔细来听一听，让我们热情掌声来欢迎惠师傅登场，掌声鼓励。亚伯的朋友，大家下午好，好不好？